壮族刺绣与中国的四大名绣苏绣、蜀绣、湘绣、粤绣齐名，广泛流传于中国的广西、云南等壮族聚居的地区。壮语叫绡花、定花，今已有数千年历史。壮族壮绣主要用在鞋面、被带、靠枕、床单、八仙桌挂绣、供神位装饰等。作品由纯手工制作完成，绣出的花草虫鱼、走兽飞禽栩栩如生，富有立体感和层次感，精美绝伦，使人爱不释手。壮族刺绣比机器刺绣图案更精美，而且富有立体感，这是机器刺绣远远比不上的。它代表着壮族人民精细的手工技艺。其与其他名绣的最大区别不在于制作技艺，而在于其所反映的内容。壮族刺绣的图案蕴含着生命崇拜、神话传说等深层次意境，再现了壮民族古老的生息繁衍历史。壮族刺绣的原料主要有绸子、缎子、麻布、白竹布、奇色丝线。工艺流程分为构思、画图、绣图、成品。最常见的图案有吉祥狮子、凤凰呈祥、春日牡丹、鸳鸯戏水、百花争艳等等。装饰纹样有曼陀罗、桃花心、太阳水波纹等。壮族刺绣以其独特的魅力赢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，是美感和实用的完美结合。产品贵比黄金，被人誉为高品质的奢侈品，远销欧洲、东南亚、美国等国家和地区，加盟经销的商家越来越多。